今天你们要看，我就拿了七款高度酒。哎，这个包装很好看，肯定好喝。七十度不会难喝，不会的吧？哦，它很贵的，96，这个小瓶。96，这么小一瓶儿。哦，你知道一个小孩出生的时候，他们拉粑粑就是黄色的。如果你给一个小孩只喝白酒和奶，他拉粑粑就是这个香气，喝起来跟他的香气一模一样。就是蒸馏的方式特别不错，很柔，很容易喝，但他的香气一难受。我喝一点 whisky 吸口，Oh God. Whisky 跟这个一起，他们俩一起啊，在我的口里，就一个王八一个，他们在打架，更难喝。包装还行，给个6，香气口感给个1，平均给个3。礼盒，这个198，如果难喝我就退休，如果难喝我会特别生气。香气行。这个真的很奇怪，它就是有一点中央，然后它还是有那个土的那个味儿，肯定不是1200一斤的那么贵。我觉得这个它应该价格是跟这个一样的。包装因为它那么贵，它的包装应该更好是吧？对 ，OK， 给个6，平均给个5。为什么有人喝这个？可能是送礼用的。送一个你不喜欢的人，你就送他这个是吧？特别喜欢这个。蒙古人的骑马时候喝的酒，骑马不喝酒，喝酒不骑马。但是在国外，你在路上，你喝酒之后，你不能开车，你也不能骑自行车、摩托车，但是骑马是 OK 的。包装牛逼，香气也牛逼，口感也牛逼，好喝，9分。Where it is?